放在手上，滑板这个炮涂的太帅了啊，帅到我已经无力逆天吐槽了啊，就是整个的炮在安装上，然后这个武器啊我们也把它安装上去，哎呀我的天哪，好帅啊，帅到帅爆炸了。好，整个人形呢我们来环顾一周，其实对于这款人形的一个把控来说还算是非常不错，人形是非常有特点的，对于这个玩具的一个造型细节方面呢呈现的也是非常丰富，包括这个机翼的收纳、武器的收纳，还有这个所谓的腿部收纳和手臂部分收纳都是相应有特点，但是对于这款玩具呢还是有一些比较我个人认为比较致命的伤啊，对于这个玩具不是非常好玩的一个点吧。首先呢是人形方面，标准可乐罐拿出来啊还是比可乐罐大出不少的，然后呢武器部分呢我就真的不想解释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武器拿起来确实过多鸡肋，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两个外挂式的武器啊就放在这儿吧，反正也没什么过多的影响。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款玩具的细节以及可动，首先呢是头雕方面，这个头雕做的我没法说什么了，我个人是觉得挺丑的，虽然是有一个透明件的眼罩看起来蛮帅的，但是这个嘴部就是蓝色的涂装，整个脑袋就是白色的，然后有一些银色的活动性，左右的活动性还算是可以，抬头有一点，低头有一点啊，整个的头雕只能说特别一般。如果你喜欢那个比较帅的头雕的话，这款玩具在变四时候呢同样涂了一个直升机版的漂移，那个漂移的一个涂料还是挺帅的。然后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所谓的造型件啊，就是收纳，它收纳呢可以显得这个玩具的一个层次感呢会更多一些。关节部分呢，首先活动性来说这个地方有一段关节，然后呢这个手肘部分也是有一段关节，活动性来说还是可以啊。这个肩部的一个造型呢东西，但是没有过多卵用，我个人是觉得真的这个腿部你失去了活动性之后啊，你就腿部再怎么多段式关节对于玩具的一个呈现性来说或者把玩性来说真的是失去很多意义啊。后背包的部分呢给大家看一看，其实这个背包细节真的算是很多，包括这里面的一些内构细节，包括这个最碍眼的就是可能是黑色的螺丝孔洞，但是呢电影系的玩具吧，你对于机械结构你也不能要求说跟电影设定里啊或者玩具里啊这个东西都是一毛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细节多一点总归是好看嘛，这电影系的东西
这个细节多一点丰富点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黑色螺丝孔洞啊我是实在吹不了啊，确实是非常碍眼，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玩具的腿部造型，其实我对于玩具的设计来说我是会给一个非常高的分数，但是对于这个玩具的可动呢我个人是觉得比较捉急，再加上这个玩具个别的玩点方面来说，我觉得这个玩具好玩，但是呢你想摆一个造型或者去展示一些可动来说，我觉得这个玩具还是非常捉急的一个存在的。对于这款玩具呢我的评价对半开吧，五五分，有好的也有坏的，而且好的也是非常明显，坏的也是非常明显。那么今天视频咱们就做到这儿，最后呢喜欢咱们视频记得素质三连关注一波，支持一下玩魔会，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